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感恩卢俊宏台长师父，你好。想问一下1986年属虎的讲响一点。想问一下1986年属虎的。属虎的。姻缘和事业。1980几年属虎的。86年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不好。婚姻会破裂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要特别当心啊。这个老虎怕也不怕，婚姻就是出毛病了，他还会有。听得懂不啦？听得懂。是你呀？对，是我。那当心啊！你在你老公，你在这个结婚之前有过男朋友不啦？有过。对。啊，1年以上有吗？1年以上没有啊。就是谈恋爱谈了1年以上有不啦？之前，之前如果谈过1年以上的就算一个了。这次跟你老公吵得来一塌糊涂的话，就有可能还会保护，就是还会维持下去。如果过去没有的话，那么这个老公是第一个，那你这个肯定就没了。那下准备第二次婚姻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的话，就说明第一个虽然没结婚，但是只要两个人好上1年以上的话，就算一个了。明白了吗？你不要不着用不着告诉我，你自己去想想就好了，明白吗？好好的念经啊！你这个人感情上是来还债的，所以你感情上会吃很多苦。我话都讲给你听了，你听得懂了吗？要学会吃苦啊！人活着要学会吃两样东西，一个是吃亏，一个要学会吃苦，这个人在社会上才能生存下去。大家说我说对不对啊？事业呢？事业、事业还可以，一般，高也高不上去，下也下不来。你也不是做领导的料。我看看这个图腾，事业一会儿这个图腾往上跑，一会儿下来，一会儿往上跑，一会儿下来，就比较平稳的，没什么大问题。你这个人呢，对人家还是不错，喜欢给人家送点东西给人家啦，给人家有东西大家一起吃吃啦，所以单位里啊对你还是不错的。好，对不对啦？对。好啦。还有问一下我爸爸的身体状况，1957年属鸡的。身体啊？一般。一般，你爸爸身体一般。因为他脚就是很严重，就是看也去有医生看过了，不知道怎么样。左脚。血脉严重不和，没什么大问题，骨头出问题了，经络啊、皮肉啊都还可以，骨头有问题。明白吗？你赶快让他每天晚上泡脚，再放点黄酒，好吧？你爸爸，我告诉你，脾气很坏，而且你爸爸的婚姻也不好。小丫头，我告诉你，你爸爸跟你妈妈会出大事情的，会离婚的。听得懂吗？会。真的。那怎么化解？怎么化解？很简单，念姐姐咒，天天帮爸爸念姐姐咒，帮妈妈念姐姐咒。那他们不信、哎、明白吗？不信你帮他念啊。会不啦？念多少遍姐姐咒？给爸爸念108遍，给妈妈念49遍，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希望我们家里平平和和啊。然后每天给妈妈念心经21遍，给爸爸念心经21遍，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和和满满啊，不要有矛盾，都可以跟菩萨讲的呀。还给他们烧小房子，因为你妈妈有掉过孩子，我刚刚都看见了。我快的话，我从你身上我都看得到你妈妈掉过孩子。你本来有个弟弟，听得懂吗？被你妈妈弄丢了，所以这个弟弟在你妈妈身上，所以你妈妈整天性格不开朗，发脾气，不开心。
听不懂啊？怪不得。那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小房子叫你妈妈念69张、嗯、好吧？可以帮她念吗？你帮她念了、嗯、好吧，你就比较辛苦了，好吧、那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吗？最后什么了、就是一个亡人叫郭秀珍，女的，2015年4月去世。郭什么？郭秀珍，秀丽的秀，黄字边旁个珍啊。郭秀珍在哪里？要多少张小房子？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嗯，他好像收到过小房子，他已经在阿修罗道了。嗯、好, 好，明白了吗？ 好，谢谢。好啦。好，谢谢台长，谢谢。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